the wedding party.其实你一直都跟我说，我没有，就是跟你真正的求过婚。今天就守着所有的朋友、亲人，所有的你的闺蜜，我想就是在这跟你正式的求婚。杨成培，以后的日子里，无论富有还是更富有。无论健康还是更健康，你愿意陪我一起走下去吗？愿意。Okay. 我今天要嫁给你了，我们真的走到了这一天，我真的是也没有想过，真的我们可以越过很多的困难。在那一次事件之后，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，然后我也很感激你当时最后一刻没有放弃我，所以我们才会有现在这个时刻，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一直陪我，改变了我很多。我希望我们将来会很好很好，那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很契合，然后我是对我们很有信心的。Roy is a special kind of guy. He one in a million. He's genuine, he's honest, he'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generous people I've ever met. And very, very funny. One of the best people I've ever met. We wish Roy and Judy a happy anniversary.一箭三雕，一柱擎天，金枪不倒，自投罗网，玩火自焚。
哇，真的谢谢你的坚持，很谢谢你的理解啊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